一战法国士兵为了逃避兵役，两人互相帮忙将彼此的手掌打穿，还有不顾疼痛抓住滚烫的枪管将手烫烂，有聪明的将子弹削尖扣动扳机，似乎这样可以减少疼痛。年轻的士兵用手指夹住点燃的香烟，然后把手伸出战壕，敌方一枪将他的手打烂。可即使这样，这五位士兵也没能逃过兵役，还因自残罪名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。于是五个人被押送到一个叫黄昏冰谷的战壕，长官收到上级命令，要把这五人流放到两军之间的无人区自生自灭。第一个被送到战场的曾是位木匠，只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几只老鼠吵醒，他愤怒地拿起枪对着老鼠狠狠砸了下去，结果不慎枪走火打伤了手掌。军事法庭根据他手上残留的火药，认为他是故意自残来逃避兵役，判处死刑，被送到战场。趁着敌军飞机开过来，他一把拉开手榴弹，看准时机往天上一扔，刚好炸掉了战机的尾翼，但他也被战机上的机枪手击毙。第二个士兵曾是一个电焊工，他深刻地明白这场战争是有钱人的游戏，穷人只有当炮灰的份儿。他想让大家明白战争的真相，和他一起抵抗，奈何口才太差，大家都把他当成一个笑话。他失望的用自残来逃避兵役，被送到战场后，电焊工张开手臂迎接着死亡，突然一声枪响，倒在了地上。第三个士兵曾是个混混，因为他的女友跟流氓干了起来，就因故意伤人判了五年。随着一战爆发，他被送往前线，一到战场就怂了，为了逃避兵役和战友互相对射，刚被丢到战场上，他就摇起了白旗，还向敌方示好，请求对方不要开枪。战壕里的老兵忍无可忍，一枪毙了他。第四个士兵曾经是一个农夫，在回家的途中被抓去参军，曾看到一名长官愤怒地踢打死去的战友，让他们继续战斗。农夫看不下去，破锅闷死了长官，只有打断手掌逃避兵役。送到战场时候被炮弹击中，最后一位是一名年轻的水手，曾勇敢地顶着风浪拯救灯塔守卫，20岁不到被送到了战场。士兵被炮弹轰碎，碎肉崩了新兵一身，新兵当场崩溃。夜晚，他用手指夹住点燃的香烟，把手伸出战壕，敌方一枪将他的手打烂。新兵想以这样的方式逃避兵役，可结果被军事法庭送到了前线执行死刑。送到前线后，青年似乎解脱了，他把未婚妻的名字刻在树上，最后被战斗机击毙。时间来到1920年，一战早已结束。青年的未婚妻收到青年的阵亡通知，他却固执地坚信青年活着。马蒂尔因为小儿麻痹而落下残疾，与同村的青年青梅竹马，二人已定下婚约。但是随着一战的爆发，青年应征入伍，婚约也变得遥遥无期。自从收到青年的阵亡通知，马蒂尔开始了艰难的寻夫之路。他找私家侦探调查，出任查看军方的相关文件，锲而不舍地查访冰谷战壕的幸存者，为此不惜耗尽了父母留下的遗产。这天，他收到一家医院的来信，信中说一位病人曾在索姆河前线见到过青年。马蒂尔和侦探马不停蹄地赶到医院，这位病人是一战老兵，就着这位老兵把五位逃兵送到前线的。老兵向马蒂尔讲述了当年的经过。马蒂尔问：“你亲眼看到他们牺牲了吗？”老兵也不知道，他将五人送到冰谷战壕就离开了。当他把移交任务报告给长官时，长官就毫不在乎地把凭证扔进浴缸里。而如今老兵已经时日无多了，他把那五位逃兵临死前写的遗书交给了马蒂尔，并希望马蒂尔能替他完成最后的任务。马蒂尔根据遗书上的地址，经多方打听，找到了木匠的妻子，可妻子却坚称不认识木匠。马蒂尔还以为木匠逃过一劫回家了，所以妻子不敢告诉世人。马蒂尔声泪俱下地恳求女人，最后女人表示关于木匠的事儿她不能细说，她向马蒂尔索要的地址，她会在信中告诉马蒂尔一切。等到马蒂尔收到女人的信，才得知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。原来女人是木匠好友的妻子，女人在遇到好友时，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，但都不是亲生的，而且她也无法生育，这四个孩子都是寡妇的。后来寡妇病死，好友就把这四个孩子都认养了。后来女人带着一个女儿和好友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，就这样过了4年的平静生活。可随着战争爆发，木匠和好友被征兵入伍。从战场休假回家的时候，妻子感觉到好友变了。好友刚刚经历了一场战役，每晚都在梦见战友死去的样子，这让他萌生了逃逸，可被发现会被宪兵抓回去。唯一能合法逃脱兵役的办法就是生六个孩子，可他又不能生育，于是他恳求妻子，反正那五个孩子也没一个是他的，第六个又何妨。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，女人找到了木匠，两人日久生情，可女人的肚子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这让好友心生妒忌，每天不断用语言来折磨女人。后来好友死了，木匠也死了。马蒂尔得知木匠死后，决定继续拜访下一个士兵家属。不久后，马蒂尔家来了一位老兵，他看到了马蒂尔贴的寻人启事。老兵说，当年在战壕里五个人中，他曾亲眼见到四人一命呜呼。他一把拉开手榴弹，看准时机往天上一扔，刚好炸掉战机的尾翼，但他也被战机上的机枪手击毙。举着白旗的混混被
战友一枪击毙，电焊工英勇赴死，农夫被一发炮弹炸得尸骨全无。马蒂尔问：“那他未婚夫呢？”老兵说：“青天可是他最照顾的人了，还送了一只红手套给他。”但后来他们打扫战场时，并没有发现戴着红手套的尸体，说明青年可能还活着。受害者马蒂尔充满了信心。马蒂尔又找到了电焊工家，电焊工的妹妹告诉马蒂尔，他也曾打听过哥哥的下落，并从另一位士兵口中得知了五位逃兵全部阵亡。他甚至知道每个人死亡的细节。那个士兵说，有一个戴红手套的青年在枯树上刻了未婚妻的名字后就中枪倒地了，还有人躲过两次炮火。妹妹安慰马蒂尔，事情会冲淡一切的，但马蒂尔依旧坚信青年没死，中枪不代表死亡，何况他还没看见尸体。马蒂尔又按照地址踏上了寻找混混的旅途。马蒂尔在监狱找到了混混的女友，他与马蒂尔一样之路寻找爱人的下落，最终找到的是欺瞒人性冷漠的答案，自己的男友混混被自己人一枪打死，于是他开启了复仇之路。马蒂尔还从女友口中得知当年总统给五人签发了赦免，然而长官接到命令后却因为放大镜手柄掉了撕毁赦免令，给手柄固定。女友为了给混混报仇，利用职业便利将长官射杀，之后女友又找到那个老兵，当面将他一枪毙命。马蒂尔将混混的遗书交给他，上面只有简短的两句话：La vengeance est inutile, essaye d'être heureuse et n'engage pas ta vie pour moi。原来当年混混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怕死，是害怕女友为他做傻事，女友感到一切都值得了。现在马蒂尔唯一的希望就在农民身上了，农民至今还活着。原来当年在前线躲过炮火两次的人就是他，当时他发现了一个地窖，等战斗结束他从地窖爬出来，正好看到了奄奄一息的青年，他陪着青年来到后方的医院。听到这儿，马蒂尔激动得快哭了。然而当他准备问青年在哪时，农夫接下来的话让他的心一下就凉了。农夫他们刚到没多久，医院就遭到了敌机的轰炸，农夫拼死逃了出来。从那之后他再也没见过青年，当着青年肺炎严重，即使没被炸死估计也活不成了，马蒂尔的期望彻底破灭。可就在第二天，马蒂尔收到了一封信，得知青年还活着。